输的有惩罚，又要变三星葱，单线三星葱了。上次来就是，你觉得会是这种？怎么扮成三星葱，然后回台北这种无聊的东西吗？扮三星葱搭便车回台北。嗯，如果是这样，还叫做红队吗？没有错，就是要葱油饼到你家，你们要扮成葱油饼，怎么办？找个路人，然后到人家家里去煎葱油饼给他吃。我们要推广三星葱，他们上次有经验，有人扮过三星葱啊。有人扮过三星葱，扮过三星葱，在三星葱的田里面被水喷。我也有扮嘛。我们这两三天的心也是悬在这个球上面，他本来就只有连睡觉都要那个，他原本就这样，还好我们的那个球有变那么大，不然差一点点气真的很难吹那么多颗。好了，不关我们的事了，没事啦，顺利哦，我们可以先回家了。对，我觉得人生好难哦。我是，而且我上一次接玩很大就是一年前的宜兰，然后一年后的宜兰，我想说哇，这次来我一定可以不用再做这种丢脸的事。结果我今天在干嘛？我不可以休息。没有。这是什么？纸扎通。纸扎通。冲冲冲，出信心向前冲。好了，美琪啊，你看，现在身为葱油饼王的我，要帮大家做最后一个仪式，你们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葱油饼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你一吹葱油饼，请站乖一点。为什么？哎，黑队帮我争取一个助理好不好？我等一下。因为宁轩上次就是我们的那个三星葱的代表，那你还在哇？哎，每一个人我们都会一样的对待。哇，我们是队友哎，我们是队友哦。我知道，我是队长哎。葱油饼加冕仪式。哇，好像葱油饼哦。有个宝，嘴巴闭起来，眼睛闭起来，先闭起，三二一，来喽！各位，这一颗精彩了哦，这颗葱油饼还加香肠哦。三二一，好。队长，我呢就交给你们来处理了。来，我可以站一下吗？来，你要扶好，一人一下。等一下，一人一下。那我先不可以，不可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因为我怕你们会弄很久。哇！等一下，不可以浪费。葱油饼王，你的帮他固定住他的脖子。你的粉有可能会比我们少吗？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宝宝 ，I love you。赶快去找人家，去看要不要去弄。这样子找哦，不然呢？而且，哎，我觉得很危险呢。没什么变。因为现在外面有下雨，雨喷我们这个变真的变面团呢，变面团了。好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出发，出发，哪里啊？往外走，往外走，去找路人。哎，这个先生。可是他们没有这个厨房，可以让我们用这个吧？他们都是火锅。哦，他们在工作。对呀。先不要吵嘛。我们直接哎，还是我们这里可以住家。嗨，你好，你住这边吗？你住这边吗？你住哪里？待在哪里？哎，这里。你们要出门吗？没有。哎，我们。你想吃葱油饼吗？我们在录那个网很大，然后我们输了。想麻烦你一件事。我们想去你家做葱油饼给你吃，可以吗？我家做葱油饼。对。我们要借个厨房。厨房。那我问我妈，可以吗？应该可以。你问看看。阿姨你好。阿姨好。可以
我们想要煎葱油饼给你吃，方便吗？好，不要录镜头，让姐姐说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姐姐。哦，这边方便呐。遇到好心人。对啊，锅子哎，这样就哦，加这样有吗？可以。我下好了。哦，那我们可以来来来。这个小弟你怎么称呼啊？这个怎么称呼吗？啊。你先想过来，你先馅饼。哦，我们是葱油饼，你好，我们是兄弟。我们现在做一块葱饼给你吃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都有戴手套，很干净，你不要怕。我们都有戴手套。哦，他跟葱饼。而且我大火哎。请问你们有蛋吗？你要吃加蛋吗？不要不要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就简单的葱油饼。啊，这里有哎。这边真的有哎。馅饼等我一下。软糖。可以了可以了。来，给我来点油。给你。这真的是新鲜的葱油饼，好香哦！也是蛮香的，而且很漂亮哎。你有看过葱油饼在做葱油饼吗？第一次看到吧？那还是你要下去？哎，还是这？好好。小心点！你的粉会掉下来。你的粉里面还是有经验哦。看起来宁轩是有在做菜的。有，他有丙级厨师证照。哎呦，证照。哎，你等下拿起来一下，先这样子，对对对。哎，有样子。哎呦！有。翻面，阿姨。翻面。美女。哎，你先拿起来，我来打个蛋。好。你会打蛋吗？丙级执照的。来，给你的。哦，这个不怎么办？留下去，来。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有，请问有盘子吗？有。哎，你们家什么都有哎。你们家有烤乳鸽嘞。还有酱油，酱油。乌啦，蚝油啦，用蚝油。差不多要蚝油吗？要。姐姐，你就不要害羞了。OK。好，关我，我先关我。板娘上菜。来上菜。我帮他备一个酱油膏。请问那个馅饼哥，你有在看棒球吗？没有。那你有认识哪一个棒球队的啦啦队吗？果果哦，那敌对的。你看得出来他是本人吗？看不出来他是本人。你们享用一下，然后就跟我们说说好吃不好吃。还是有听到脆脆的声音。好，嗯，有加蛋的，加蛋加5块哦。很好吃。哇，超高！谢谢你。完成了哈 ，OK。那我们就回去看有没有卸妆卸，赶快回去。谢谢你，拜拜。